什么时候结婚？隔壁谁家的，邻居谁家的小伙子不错，你要不要见见？谁说女生到了这个年纪就一定要结婚？难道等待着那位真是我的白马王子不好吗？主啊，我的明天到底在哪里？我受够了，每天朝九晚五，赶着地铁去上班。在公司里，表现的好就要被挤兑，表现的不好就要被上司骂，感觉我的才华施展不出来，我太难了，我最近压力好大，我有点扛不住了。主啊，我的明天在哪里？这次成绩又考差了，班里的同学肯定又要嘲笑我。为什么我无论怎么努力都考得这么差劲？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我的父母，我的明天到底在哪里？一日三餐，洗衣做饭，接送孩子，照顾老人，这是我每天的基本工作。作为一个女人，我是一个妻子，是一位母亲，是一个儿媳。我为了这个家庭付出了我所有的时间，所有的青春和所有的热情，我受够了。主啊，我的明天到底在哪里？明天又有英语课，我不喜欢学英语。去上学，整天让我学这学那，钢琴、舞蹈、美术、书法课，为什么其他小朋友都可以开开心心玩，我为什么要学这么多？我也想要自由，我的明天在哪里？There's some come on tomorrow, be sure to turn on that tomorrow. There's be some just thinking about tomorrow. Here's a way to cover and the sorrow. There's no where stuck we are today. That's gray and low.Just thinking my chin, how grand I'll say. Oh, the sun will come out tomorrow, so you gotta come on there tomorrow. Come on, stay tomorrow, tomorrow.A clear day that's gray and lonely, and it's just a sting of gray and say, oh, the sun will come out tomorrow, they'll find out now.